2000年代ソフトバンク年度別チーム打率トップ。2000年松中信彦3割1分2厘。2001年松中信彦3割3分4厘。2002年バルデス3割3厘。2003年井口忠人3割4分。2004年松中信彦3割5分8厘。2005年ズレータ3割1分9厘。2006年松中信彦3割2分4厘。2007年大村直行3割1分9厘。2008年川崎宗則3割2分1厘。2009年長谷川優也3割1分2厘。2010年田村仁志3割2分4厘。2011年内川聖一3割3分8厘。2012年内川聖一3割。2013年長谷川優也3割4分1厘。2014年柳田悠岐3割1分7厘。2015年柳田悠岐3割6分3厘。2016年柳田悠岐3割6厘。2017年柳田悠岐3割1分。2018年柳田悠岐3割5分2厘。2019年松田宣浩2割6分。2020年柳田悠岐3割4分2厘。2021年柳田悠岐3割。